曲呢，是未来我们把教室做完之后，我们用它来改编我们教室的歌曲，所以我们要认真的听一下啊。那前面呢，我们整个的从去年上到上一次呢，我们基本上都是上的是植物的，是吧？教室里面放植物啊，放什么样的种类啊，这些内容。那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们可能有一个新的主题，就是关于教室里面的张贴啊。大家现在呢，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，你们可以看一下教室里面，咱们教室里面都张贴的都有哪些东西啊？哪一些是你觉得满意的？哪一些可能是觉得你觉得不是那么好的啊？时间表，还有什么？班规是吧？社会价值观，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在这里面是吧？啊，就是激励我们的啊，激励我们的。你来说，卫生奖上面的张贴的东西是吧？啊，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关于规则的，是不是？你来说。小学生守则。啊。中小学生守则。那中小学生守则上面主要是一些什么内容？你们仔细看过吗？整体来说就是对我们的一些什么约束？哎，要求和约束是吧？要求和约束啊。好，你来说。奖状，哎，还有我们的奖状，嗯。你来说，班风和什么？啊，就是这个下面的这个是吧？对，还有吗？你来说。敬。对，还有这个，可能这是老师希望我们做到的是吧？敬是什么？尊敬。敬。敬。安静。敬。敬。安静。敬。敬。竞赛。竞赛或者是竞争，是不是？哎。哎，还有作业展，都被接了。哎，都被接了，但是这个词还在吗？是吧？哎，张贴的这个词语还在啊。你来说。就是接车的安排。课堂班安排。什么排安排？课堂班安排。啊，特长的，关于特长的一些安排，是不是？啊，在农村学校开展这种课程。或者相关的这些话题是没有教材的，我们需要首先通过上网查找资料，然后自己对这个话题有一定的了解和理解，然后通过自己的那个整理加工，然后还要思考跟学生去从那一个角度去讨论，这样的话才能够把这个主题具体给学生讨论的那个部分确定下来。像这一类的名人名言标语主要是用来干什么的？激励我们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也可以给它叫做什么呀？励志。励志。啊，然后这一类呢，我们也可以叫，你看这一类你们是在经有时候换吗？时间表换吗？换。那刚过了五一是不是就换了？昨天换。哎，所以呢，我们可能说它是一些信息类的啊。对于教室里面这些章节，你觉得哪一些是你自己觉得哎，还好的，有一些可能你就觉得，哎呀，这个不太好。一直帮我们整齐。啊，班务栏也有点烂了，是吧？啊，就是这个也有点烂掉了，是吧？还有吗？颜色怎么样？鲜艳。不好看，是不是？啊，那你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觉得有什么颜色比较好看？很好看。啊，我没有听清楚啊。好，很好看。好，哎，有没有觉得那个有没有同学觉得那个不好看？有啊，你们身体的这个纸有点烂啊，纸有点烂是吧？啊，我的意思是刚才那个同学说那个红色的挺好看的，你们觉得有没有人觉得没有那么好看？有点不好看。你觉得什么颜色你觉得好看？
如果换成什么啊？如果换成蓝色你就喜欢了，是吧？哎，我们不要说别人，他的意见就是他的意见啊。你们也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，都不能说你不能说别人的，不能抨击别人啊。你来说。你觉得它是内容吗？还是是那个哪里？名人名言，就是那个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就是非常好。非常好，你觉得内容非常好是吧？啊，有没有人觉得它可能其他方面不太好的？有没有？有，没贴好。那个绿色的也没，那绿色的。绿色的有点不太好看是吧？啊，有点绿色不太好看。颜色太单调。好，举手来说，你来说。颜色太单调。颜色有点单调是吧？如果是你的话，你想怎么做？嗯，那多几种。又多一点，或者弄个花边什么的。好，你来说。墙壁。墙壁，你觉得墙壁有点烂了是吧？脏。啊，脏了是吧？嗯。那如果你来，你想用什么样的办法可以把它弄一下？刷。重新刷一下是吧？啊，或者有没有其他的想法？说一遍。拿油漆画一些画。啊，拿可能是颜料什么的画一些画是吧？哎，画一些画。你来说。卫生角怎么了？脏，还折了。啊，你觉得那个卫生角上面有点折了是吧？嗯，哎，你觉得那个图画怎么样？就是它整个的装饰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非常好。还不错是吧？哎，哎，干净点就更好看。哎，你说的真好啊，干净点就好看了。对，其实卫生角的那个颜色的搭配呀、还有它那个布置啊，还是不错的，是吧？对。但你有没有觉得还有点不太好的地方？有没有？有。来说。我就是。哎，关于卫生角的啊，关于卫生角的。就是那个绿色太深了。绿色太深了一点，你不喜欢是吧？啊，你不喜欢那个绿色太深了。啊，好，最后一个啊，啊，有点反光，可能塑料不知道，就是感觉那种不太舒服，是吧？我们下面了，我们也可以先阅读一下，看一下其他的国家的一些，但是老师只是摘了一部分啊，但不是全部，所以你们先看一下这个资料，看这个资料呢，看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悟和收获啊。啊，梦想树啊，你觉得这个有意思是吧？哎，为什么呢？上面写了同学们的心愿。写了同学们的一些心愿，你想要吗？想要啊，好，坐下。好，我看谁还没说过啊，你来说。卫生角。啊？卫生角啊。啊，你觉得它什么好地方好看，或者有趣？盒子，它那个盒子。啊，它有那种很特别的那个画是吧？哎，你觉得挺有意思的。好，坐下。好，我看一下，你来说。啊？图书角。图书角，你觉得它哪里好看？就是那个盒子里面。对，把那个书装在盒子里面是吧？这样飞累之后，同学们找的时候就容易找到是吧？但是要如果我们是，它是
它不是今天我们谈的那个张贴，是不是？但是你有没有想到，我们之前老师最初的时候给大家看过一个不一样的那个书的，是吧？书袋。如果是书袋的话，它是不是就是张贴了？对，所以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想法来，它是那个，它是书架的样子，是吧？我们也可以弄成书袋的样子啊。你来说，幸福收集筐。啊？幸福收集筐。幸福收集筐，你喜欢它吗？喜欢它什么呀？可以干什么？可以不敢跟别人表面说话的话，就可以放到那里。哇，是啊，如果我们心里面有想说的话，我们不敢给别人说，我们就可以通过那个幸福袋传给他们，是吧？你们觉得好不好？好。哎，想要吗？想要。好的。有一个任务，我们是要写出不同国家张贴的这些内容啊，但是是小组完成的，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有分工。分工呢，老师提供了三个方案，你们小组呢一会儿可以就选自己的。第一个就是每个人写一个国家的，就是然后有一个人写最后小组的名字，这不就是四个人了吗？是吧？然后第二个方案呢，是一个人写，只有一个人拿着笔写啊，然后其他人呢就是一起的找，然后可以轮流说，或者大家一起说都可以。然后第三种呢，如果你们有自己觉得，哎呀，我还有更好的，你们就可以自己小组决定分工的方法。但是有一点要求，就是小组的人都必须要参与进去，啊，就是都是要有事干的，四个人都必须有事干。如果你们小组里面没有想好，就在老师给的这个两个方案里面选择一种。老师会给每一个小组啊，每一个小组发这么一张纸，你看老师都帮你折好了啊。这个纸呢，你先按照在资料上不是有三个国家吗？是吧？三个国家，你先按照中国、美国还有加拿大，先把它列出来，好不好？啊，先把它列出来。他写名字，名字写在哪里？中国、美国、加拿大。是，没有这样。中国，你自己走。好，好像咱们左边的同学比较小声啊。不用讲大，对吧？小心不看字儿。好，一个人写，一个人写。好，稍微停一下。好了，在这个过程中呢，要注意两点。第一点是小声，第二点字尽量的写大。等一会儿呢，有的同学呢可能是要贴在黑板上，所以最好的布满整个纸，所以字要写大一点啊。等等找呢，赶紧找，你拿着这个纸找啊。谁念呀？好了，念呢。啊，你们是一个人写是吧？中国的是，一个人写，张贴国旗。快点，等一会儿看哪一个小组先做吧啊。卡。再起一个字。在这过程中要互相写。那我呢？啊，你这个左字和左右底下。往前面看，哪一组想分享一下刚才你们小组是用的哪一种方法啊？第二种。好，你看啊，大声的说好了。你呢？第一种。第一种啊，好，你叫后面。第一种。好，有没有用第三种的自己创造的一种啊？三个人每人选一个国家，第四个人做补充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。好，还有第二个，刚才老师说了一个小声，你们有没有做到呀？有啊。有。做到小声了吗？做到了。好，那你们认为的小声就是这么大的小声是吧？好，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小的任务要完成，所以呢，老师就选了最近的两个小组啊。哎，下面的小组其实也做得蛮好的啊，蛮好的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，老师来，我们一起来看你们小组，就看你们自己的啊。你们觉得中国的这一栏在资料上都找全了吗？还有说，还有没有找的？小学生行为守则。他们没有，他们没有。他这上面没有是吧？对。作业展、心愿栏、生日。作业展没有。这也没有啊。
所以回去再找一找啊。生日祝福卡有吗？好，再看这个啊，数字图片，长大后的样子，图书角，班级规则。哎，有没有人觉得，你看物体形状来月亮变化图字母发音表数字，好像在资料上有一个词语可以代替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？形状啊，好，你们咱们看一下那一句话，一二三，第四段啊，在美国小学教室的墙上会张贴什么呢？有的老师会把新知识挂在墙上，比如一年级，比如二年级，那挂的这些东西都属于什么？什么？新知识。对，你们也可以写新知识类。哎，对，新知识，对吧？接下来呢，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任务啊，如果在这个你的这个纸上，如果是励志的，你可以画一个方框。刚才老师，哎，你可以参考刚才老师的这边的啊。然后如果是信息类的，你就可以画一个圆形。然后是如果是展示，哎，你们也可以叫展示。等一会儿呢，我们也可以。再一个是什么？三角形。啊。像这个幸福收集框，还有这个照片，什么要贴这些东西啊？啊？只是为了美观吗？不是。纪念。啊？留纪念。你们在那个幸福框里，幸福收集框里面，你们写着什么？上面在资料上他们写什么？鼓励，就是有一些感谢的话，是吧？哎，有一些想要表达的话，是不是？对。所以呢，我们也可以给这个栏呢，我们也可以叫做是，就是交流的栏，是吧？哎，成长交流的啊。因为学生哈，他在每一个人都会从自己的那个想法出发，写出一个小点啊，小点。那这个过程里面，在小组归类，然后到班级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归类，是这个往往是我们这个课程里面最有挑战的部分。因为对于一个事物的类别，我们因为我们知识结构的这种缺乏，本来就对这个归类就是挺有难度的。所以在这个部分呢，一方面呢，我们有时候是前提呢，老师先做一些示范的练习，比如说我们也可以把一些点列出来，我们尝试怎么样去归类更好。哎，有时候呢，其实在课堂上学生也会给我们一些就是灵感吧。班级规则跟这个就一样，是不是？啊，对，是不是关注交流类？你来问，你说这个是什么？让大家说，如果大家同意你就画，如果不同意的，你们就先画一条横线，在上面画一条横线，等一会儿集体老师问的时候你就来说啊，可以吗？啊，问你来问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来的？刚才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我发现有一些同学可能遇到了一些困难。好，就哪一谁先说一下？刚才我们这个小组里面，我们不知道哪一个属于哪一个啊？图书角，图书角是放什么的？书籍的。对，放书籍的。我再来给大家说一下啊，刚才我们说的信息类呢，就是意思就是说，像这种课程表，就像一个通知一样，通知什么时候开始考试了，通知什么时候过六一节了，什么时候做什么事了啊。照片啊，照片，谁知道可以放在哪里？场交流，放在这里，你们同意吗？同意。有不同意见的吗？没。他放在信息类。刚才我都说了，这是信息类吗？我刚才说信息就是发布的，让你知道哎，什么时候干什么事情，啊，这个不是信息类啊。
什么区别啊？我要请，都是你几个在说，我要选一个没说过的。你来说。我来说吧。第一个用的是自己，第二个用的是别人。有人听到吗？有。再说一遍。第一个是自己，第二个是别人。来，用上面的词怎么说？左边这个用的是什么？我。这边呢？你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比较，还有一个重要的词语。一定不能。一定不要。一个是什么？一定不要。不要。一个是什么？不能。不要。是吧？哎，喜欢这个白色的纸上的，还是这个黄色的这种纸上？白色。我想叫人说一下为什么你喜欢这个啊？因为白色是对自己的警告。对自己的警告。那黄色呢？黄色是别人告诉我。你想让别人告诉你吗？不是。你想要自己拥有吗？好，坐下。那我再给你念一遍啊，给你念一遍啊。我上课时要管住我的手脚嘴，我一定要在教室里轻轻走动，我一定要摆好物品，我一定要恰当运用一切材料。材料指的是说，比如说老师发的纸呀、笔呀这些啊。你上课不能说话，你不要在教室里打闹，你不要在桌子上乱放东西，你不要浪费材料，像彩笔之类的。明白了吗？听到了吗？管好自己的才能管好别人。你更喜欢哪一个？白色。白色的是吧？啊。左边的不喜欢是吧？好，坐下。白色的第一个是我上课管好我的手脚嘴，第二个黄色的只说不能说话。对，你更喜欢。就是白色的纸上还是黄色的纸上？白色的，说他说的内容很具体。说的内容怎么？具体。具体。具体。而且好像容易做是吧？哎，那就知道做什么了，是不是？啊。白色的是对自己警告，然后黄色的就是别人说你都不想被说嘛。然后你就不想被说是吧？觉得说了挺不舒服的。啊，那有人这样说过你吗？有老师，有人说你的话，你心里会怎么感觉？说我，哎，大声说。就有点不开心。不开心是吧？不是，你这个两种语气不对。两种语气不一样。哦，那这样让你感觉怎么样？两种语气是第一个吧。第二个让你感觉怎么样？第二个感觉像。不舒服啊，很不舒服是吧？啊，很不舒服。那你经常会在哪什么地方听到这样的话？做作业的时候听到这样的话是吧？所以你那如果让你这样的表达，你可能就觉得舒服一点是吧？嗯，好的，好。哎，老师其实也会犯错误的，那我们今天也就承认我们的错误，我们做一个修改啊。来，这是我们开学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讨论的班级规则，对不对？我再老师来念一遍啊。像能做到 A 的是倾听、举手发言、鼓励。那这样的话，这个是有没有不或者不要这个词语？没有啊？没有是吧？那我们再看 B， 小声交流，不插话。那如果你用我要变的话，你怎么变？我要不说话。那说完整一点。当什么？当别人说话发言的时候，我保持清听。啊，或者我保持清听，或者我管住我的嘴。好，我管住我的嘴。好，那我们再挑一个啊。做小动作，那肯定是不要做小动作。那你们怎么说？我上课不要。还是不要？我上课是一定不要做，还是不要？我上课一定不要做。我上课时保证什么？不要做小动作。我上课时保证什么？
者是坐端正，然后手脚不发出声音。对，要具体，就像你们刚才说具体嘛，手脚嘴你要放到哪里，什么样都要说具体啊。好，那下面呢还有吃东西发出噪音，吵架乱跑打骂说脏话。那这样的话，现在是老师可以给每一个同学发一个小纸条，你们每个人可以选一到两个啊，来练习一下变成我要。刚才你们说的啊，要具体啊，要具体，好不好？改不过来。好了，那我们停一下，我们举几个例子啊。有的同学，我们说来说去其实是很难的啊。这个同学说，小组里一定要小声说话。小组里一定要小声说话，那怎么样才算小声说话呢？其实老师刚才又一直都在说呢啊。什么样才算小声说话呢？你来说。哦，说明你刚才听到老师的话了啊。如果是小声说话，如果是放在小组里面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说，在小组里我们说话的声音，只要小组的人能听到就好了，可以吗？对，所以说在小组里。那脏话，脏话的反义词是什么？脏话是吗？说什么样的话是别人爱听的？好话。好话，什么叫好话嘛？普通话。普通话。普通话咱们说的也是文明话。文明话，对，什么样的话是文明话？你好，你好，礼貌话，是不是？礼貌，是不是？礼貌，比如说鼓励别人的话，是不是？啊，还可以是什么样的话？鼓励，鼓励，或者是刚才有的同学说为名，为名的话，是不是？是。啊。夸奖。赞美的话都可以，是吧？好，现在你们在小组里面可以把你那个话再交流一下，你比如说我不知道怎么说，你们小组可以商量一下怎么说。当别人讲话时，我一定要倾听，看有谁的不同啊。不做小动作。我先讲嘛。啊，说。不做小动作可以怎么说？上课不吃。不做小动作可以怎么说？我上课坚决不吃零食。我要有吗？还有吗？我的嘴。我要做到倾听，倾听什么叫倾听？上课一定不专注。嗯，专注，就是我们经过讨论，我们就找到了一些方法。有没有哪一个小组说我刚才我们就改过来了？有没有想分享一下的？我一定要认真听同学老师发言。听同学老师发言，一定要认真听。那认真听是怎么来表现你的认真听呢？比如说看着，哎，看着对方的眼睛，是吧？啊，因为时间呢，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，所以等一会儿呢，你们把这个纸条呢就放在桌子，先别动啊，我说完再动啊。把你的纸条呢一会儿放在这个桌子上，老师一会儿呢会把它收起来，回去以后呢，老师呢可以看一下，我老师再帮你再修改一下，下一次可以发给大家啊。这是一个。这是一个任务啊，第二个，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部分没有完，但是我们把这个可以安排在课下啊。你们想一想，因为我们在资料上，我们看到了很多像幸福收集框呀什么什么的，如果你们想做什么，比如说交流的纸箱啊，或者是什么，也可以做一个什么小袋子呀盒子的，老师可以给你发一些材料，你们下去以后呢可以琢磨琢磨一下啊。
我们不要声音啊。美国的教室里面呢，它是用这样的我要怎么样，是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，对吗？哎，还能想起来吗？哎，你看到这张图画是不是就有一点印象了？哎，看到这张图画就有一点印象了啊。好了，那现在大家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哈，大家想一想，那这个规则哈。哎，后来我记得还我们还把我们自己教室那个咱们最学习最初的时候，我们把我们的规则拿出来，你们还记得吗？记得。哎，我们还想说，哎，我们来把我们的这个规则也修改一下哈。那现在给大家一分钟时间，大家想一想，这规则有对你来说有用吗？有，是吧？或者说，你觉得那好不好？啊，好，那你觉得？为什么要举手发言啊？我不举手不行吗？你来说。因为举手的声音班级里面不乱。让班级不乱是吧？那对你有好处吗？对你自己来说有好处吗？只为别人着想，不为自己着想啊。对你自己来说有好处吗？好，那还没想好，先坐下啊。那你有的人谁能说出来对我自己，我举手对我有好处啊？你来说。嗯，因为举手了，可以不让我们这里面让我们。你还是为别人吧？你还是说不让我们？对你自己呢？啊。对你自己呢？就不太听到让我声音。啊，那你自己能够觉得安静的听到别人说话是吧？哎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那还有给他不一样的吗？我不是这样想的啊。因为我能发表自己的意见。首先，我有自己的想法是吧？哎，我有想法了，我也可以发表我的意见。如果我没有的话，老师把我叫起来，我心里就怎么样？紧张。挺紧张，挺害怕的，是不是？哎，我有呢，我就敢举手，我就敢发言。如果没有的话，老师叫我，我就挺害怕的，是不是？嗯。哎，是这样的。好，哎，你来说。老师可以听清楚我的发言，也可以听清楚别人的发言。对了，你在帮老师是吧？哎，你们都在帮老师，不光是说对其他同学有帮助，对我自己有帮助，对老师也有帮助，是吧？是。要不然的话，都说老师都不知道谁在干什么，是吧？哎，是的，哎，非常好啊。其实不管在我们班还有其他班呢，或者是更小的年级里面，经常会出现这个板凳啊，呱啦呱啦呱啦的响声，是吧？啊。我就想问一下，他为什么要把板凳弄得响？先自己思考啊，我们不回答。第一个是他故意的吗？如果老师说他，他心里面会怎么想哈？这样对他自己有什么影响？怎么样做才能让板凳不响？现在先思考一分钟，然后之后呢，先听我说完啊，然后之后呢，在小组，我先说完你再开始啊，在小组里面，然后呢，每个人可以选一个问题，针对这个问题呢，你用一个词语来写出你的想法啊。词语，什么叫词语，知道吗？哎，就是像说，比如说打闹、说话、放东西，这个是词语啊。不要写长长的句子啊，写一个词语。刚才老师让你们准备了这个纸和笔，对吧？你说，我说第二。嗯，你呢？一四，你呢？对。第一个问题是，就是他为什么把板凳弄得就是特别响？他是故意的吗？啊，你都发过好几次了，你可不可以请你的同桌或者你后面的人来说啊？如果他实在不想，我们也不要强迫他啊。你来说，啊，腿有点痒，去挠的时候动一下。他身体不舒服是吧？除了这个自己不舒服，刚才有的说捡东西，还有没有人觉得这个板凳啊有点问题？板凳可能坏了，他在
弄他的板凳呢，然后就发出吱吱的响声。啊，那你觉得应该有什么样的板凳更好一些？不会坏的，结实一点的。要结实一点的。就是地下的，像有的地方不平，板凳，是吧？脚陷下去。对呀、啊，就是除了那个板凳那个地方不平，那我也没办法，是吧？啊，我也没办法。螺丝松了，所以才会发出响声。不是故意的，可能是同桌或者其他板凳。啊，可能是其他板凳的响声，是这意思吗？其他板凳，同学故意踢他板凳，他板凳啊什么？啊，老师听明白了，就是有的同学故意踢你的板凳，是吧？是，是这样的。好，如果老师说他，老师就没有理解他这个意思。如果老师这样说的话，他心里会怎么想？他心里会怎么想啊？你来说。难过。难过，嗯。难过什么呀？他没有这样做，老师说他。觉得挺委屈的是吧？哎，觉得挺委屈的啊。好，这不同的啊，我们要说不一样的啊。你来说。心里有点不舒服。心里不舒服啊。不舒服什么呢？啊，觉得不是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吧？我有很多原因的，是吧？哎，你来说。伤心。很委屈。误会我了，是吧？误会我了，前面这个。自责。啊？自责。哎，怎么会自责呢？因为不小心把板凳，不小心把板凳给散了，然后就被老师说了。啊，就是觉得自己没有做好，是吧？不应该这样的，是不是？啊，挺不好的，是吧？好，最后一个啊，你说。后悔。后悔？哎，怎么会后悔呢？就是，后悔他不应该那样摇板凳的。我们这些规则当中，有一些可能你觉得还很好，有一些呢，可能你觉得，哎呀，我们执行这一学期之后也没什么用处，还有一些呢，可能觉得，哎呀，还需要增添一些。好，一会儿呢，你们在小组里面啊，小组里面选择一个你觉得最需要改善的啊，或者需要增添的一个啊，需要增添的一个。啊，你们自己先想，先给30秒钟，你们想一下，老师把这个任务贴在黑板上啊。就在咱们这个班级规则中，比如说轻轻发言呀、小声啊，刚才有要不要小声啊？你们在这里面选一个你觉得需要改善的，或者是说对我们这个班级来说特别特别重要的，选一个啊，把这个写出来，就是我要怎么样。然后呢，把原因也写出来啊，把原因，因为我要保持板凳不发出声音，因为我想让我自己有耐心的慢慢的学习做好啊，有耐心的慢慢的学习做好，就像这个句式一样。等一会儿呢，在小组里面你们选一个完成啊。我要听听。听清楚，这个是。
好了，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。老师把大家这个看了一遍，大概呢这几个，这几个呢是我们原来就有的，我们也没有保持不变的哈。我们把这几个一起来读一下，小声的，用你好听的声音啊，预备起。我上课要举手发言，我上课老师倾听，我在小组里保持小声交流。好，我非常恭喜呢，咱们这两个组呢有一些改进啊，因为这些呢都是原来我们都有的不变的，但是也恭喜大家觉得是认同的，需要坚持的。好了，现在呢我们有了这个班规，就像你们咱们有这个小型守则或者其他的，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把它呈现出来，是吧？那这个形状呢，有可能是长方形，也可能是圆形，也可能是其他的形状，是吧？好，那你现在呢，老师给你30秒钟，你可以想一想哈，你想让这个规则在怎么样的一个框框里面出现啊，设计一个什么样的形状。不说话的时候啊，你的那个想法就蹭蹭蹭的就蹦出来了。用一个三角形。咱们要选出一张可能你们觉得比较好的啊，比较好的。我们第一个呢可能想要注意的是什么呢，咱们在选的时候把内容能够写进去，是吧？你们觉得还有一个需要注意什么的？要写好啊，画好，没有擦过，没有擦剂的，原创的，是吗？还有一个可能注意，可能就是啊，就适合放在教室里面啊。哎，第三可能就是有创意的啊。啊，你们现在呢在小组里面先把它放在一起。好，现在组成4人小组。你们选好了可以在小组里面再重新设计。啊，最后那两个小组听到我说了吧？就把这两个叠起来放在桌子上啊，然后拿出一个人的，然后你们看，根据老师刚才提供的这几个标准，如果你们三个人都觉得还挺好的，你们就画三个笑脸。如果只有两个人同意，就画两个笑脸；如果一个人同意，就画一个；如果没有人同意，那就不画笑脸。你同意吗？我也同意。你的写的这个同学呢，你就问一下啊，问一下其他同学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你们同意吗？你们觉得这个好不好啊？要我的。好，我现在要抽小组了啊，因为我就担心有的同学就没有弄懂我的意思啊，我来抽你们小组啊。你们第一个看一下，他们第一个选的是这样一个桃心，你们三个，他们有三个笑脸，就说明有三个人都是同意的，是吧？是。那三个人同意的是说，意思是说这个内容能写进去，是吧？能。你们觉得这个还是比较适合放在教室里面，因为我能呈现我们的爱心，是吧？然后第三个呢是你们觉得还好，挺有点创意的，是吧？
你们是这样做的吗？是。对，要根据那个标准来啊，不能够说，哎，我跟这个同学好我就评，不跟那个同学不好我就不评，要根据标准来写啊，就选最多的是哪一个啊？啊，都是三个。啊，那我等于我有意见啊，我有意见。就是把他们得看哪个能装。哎，哪来的六啊？哎，前面其实你们这三个哈，你们都是这个是三个是吧？这个也是三个，这个也是三个，这个是一个是吧？啊，这三个这个呢，其实就挺有创意的，也适合。你看它一二三，这个也排列的挺好的，是吧？而且就跟打印的一样。对，跟打印的画的这么好，是不是？啊，我发现呢，有的同学。很多的小组还是都是三个都觉得不好意思是吗？还是说你们真的是觉得是这样的啊？好，那我现在呢，我看到有的小组确实做的是很好的啊，啊，你看一下，哎，咱们这个小组注意一下啊，哎，你看这个小组他们做的是非常的有创意的，还而且他们也是三个标准都比较符合。三个标准都比较符合，你看它是内容能写进去吗？能。然后适合放在教室里，是它是一个铅笔的样子，跟我们的学习比较相关系是吧？然后另外呢，还有它是什么呀？而且很有创意的是吧？接下来呢，我们在小组里面每个小组设计一张，但是有一个要求是，如果你们小组的还可以，你们就选择你们小组的一张；如果你们觉得哎，我可以借鉴其他小组的，或者是重新设计一个也是可以的啊。脏了下吧，这个把整篇都给占住。你看我们有这么一大张纸，不要它，就这个很好看。你一想是每个人呢都想要一点是吧？啊，都想要一点，那可不可以？就是把它，比如说你这个是一个形状，你这个也是一个形状，这个是把这个形，把它这个树下面去掉，这个也是。下去之后呢，你们可以用彩铅把这个颜色涂一下，但是涂的时候你们要注意，比如说写字的地方你想涂成什么颜色，就是那个底色，然后外面的话你想涂成什么颜色啊？到下一节课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来评比，看你们哪一个小组呢设计的好，看哪一个小组的颜色用的好啊，可以吗？可以。